朋友们，大家下午好。因为这两年啊，我有某一段时间是和老妈在一起，所以我的视频偶尔就会分享这方面的心得，还有一些日常。嗯、呃，因此呢，就吸引了一些和我一样的也在照顾父母的这样的网友朋友。给我的感觉，大家都很累，心都很累。 其实我一直不明白这个事儿啊，包括我今天上午的视频，我妈昨天下楼跟院里的老太太们聊天，聊出了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有一个老太太家里有两个儿子，她这两个儿子谁去，她就给一百块钱。我今天躺在床上啊，我还想那个画面，我我想是给现金呢、啊，还是微信转账啊？要是给现金，这老太太一天一张啊，一天一张百元大钞。 往外给，如果要是微信转账呢，每天都得转。我还问我妈，我说月末一起结吗？我妈不说不是，当天就结账。我就想这件事儿挺有意思，然后我就合计合计，如果要换作是我，我可能不好意思接这个钱。你要是给我转账了呢，我能点接收。所以就觉得现在啊，嗯、呃，和我们想象的确实有差距。如果，呃。 昨天晚间我还想呢，照顾自己的父母也要啊有偿了啊，不是无偿服务了。但是今天上午在我做视频的时候，我就想明白了，这样的话，真的这种奖励机制对那些不管父母的人，可能是一种鞭策，或者是说是一种制裁。那你不去，你就别得到父母的钱，省到最后的时候，你多了，我多了，他少了的，是吧？ 嗯，我还想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累呢？是不是？我一直也找不到答案。我今天在刷手机的时候，我似乎找到答案了。电视剧白玉兰奖的颁奖，嗯，有一个最佳配角奖，颁给了《南来北往》里边的一个演员姜岩。他在那里边演的挺有意思的啊，嗯，那种特别矫情，然后特别。 呃，娇滴滴的那些列车，他演的是一个列车播音员，他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奖。然后主持人采访他的时候就说：“未来你最大的心愿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他想当妈妈。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他说我从小到大啊，我最大的靠山就是我的父母，无论是人生的低谷还是高谷，遇到困难了，父母永远在背后支持我，所以我最想当妈妈。” 我想体会一下母亲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量，来给他孩子当靠山。看完他这段话之后，我心里想了好多好多，我就找到答案了。 我们这代人，五零后、六零后，现在照顾父母的过程当中，为什么觉得这么累？有些人真的心态很不好。因为我最近啊和老妈在一起，所以我的视频引来了很多现在在照顾父母的人。从他们的评论来看，有些人心里是不平衡的，因为多子女家庭，有的人出力，有的人不出力，父母呢还有偏有向。 所以今天我似乎找到答案了，就是我们这代人从来没在父母身上得到过什么。我不知道你们啊，我是从来没有感觉说，哎呀，父母是我的靠山，我没有这种感觉。而且从他们身上得到的爱，我感觉也是有限的。我不能说没有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限。感觉这一生的努力都是在靠自己，没有真正的靠到他们。 所以，当他们老了，我们呃反过来伺候他们的时候，如果啊非常顺利，家里边没有矛盾，可能心情还会好。但是，一旦啊就是说陷入了一种困境的时候，未免心里就不平衡。我今天似乎找到答案了，就是我们得到的爱太少了，反过来我们要啊几倍的把这种爱传递出去。 确实，包括我在内啊，大家可能都有一种不平衡。但是我想，没有办法，时间啊不能倒流。那个年代，父母就面临着那样的困境，呃，工资挣得少，孩子多，然后工作还忙。还有一个，那个年代的人情感也不像现在的父母那么丰丰富，因为现在的父母他们只有一个孩子，啊，这个。 呃，感情是单一的，所以说我今天似乎找到答案了，但是找到答案又能怎样呢？是不是该我们尽的责任，我们还得尽，只是人生有遗憾，那也没有办法。所以跟大家聊一下，我看看会不会有共鸣啊？大家认同不认同我的这种说法？好了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了。